明星游湾区，今日嘅嘉宾咧，佢唱得又演得，而且佢约咗我嚟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见面啊，就系我哋72家房客嘅拍摄基地啦。呢度真系充满住我哋广东人嘅回忆，今日就跟住我一齐嚟一波回忆杀啦！按你心痛苦，没法去补救，若再不归家，找不到借口。再见，亦是朋友。有你好啊，朋友！我哋今日嘅主题系湾区怀旧 City Walk。咁72家房客咧，由2008年开播到而家，整整播出咗19季咁大把。第一次相遇系喺2008年，一场萍水风波开始咗72家大院嘅故事。边个做嘅？够胆嘅，企出嚟！炳哥，我交租嘅，冇得接水啊！吓，如果我再关水喉嘅话，你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得咯啩！地方可以话是我哋广东人自己的环球影城，充满住我哋嘅童年回忆。跟住大家系跟住 Sam 哥带我哋去打开啲经典嘅场景啦。冇问题，开始。哇！呢件肯定系我噶啦，唔使讲。Sam 哥 keep 得咁好嘅秘笈。就是这个我梗系成日嚟呢度啦吓，回春堂嘛，你又唔使嚟噶。喂，呢条街咧原来叫太平街喎。佢呢个系个反讽嘅手法，就系因为呢条街唔多太平，好多事发生，跟住之后专登取个咁嘅名。咁有冇不太平街嘅？哇！嚟到呢个地方咧，我真系觉得可能八姑随时唔知喺边个角落嗰度冲出嚟，哇！系收租啦！多谢Sam哥今日带我哋嚟呢一趟湾区嘅怀旧 City Walk，真系好有意思。唔使客氣，咁咧我下一期咧帶你去間咧好有年代氛圍咁嘅餐廳食嘢，好冇？好啊，下期再見， yeah， 拜拜。關注大灣區衛視，跟住明星遊灣區。